碳水热的无骨鸡爪啊。今天这个鸡爪比较有特点，它里面是给你们带米粉的，这个是一包柠檬味的无骨鸡爪，然后格外里面就给你加了一包小袋的米粉，就是鸡爪搭配着米粉一顿吃到饱。这个米粉拿开水泡15秒就可以了啊，最好是多泡一会儿，多泡一会儿它软和入味。我用水煮了一下，煮的特别软啊，因为我想吃入点味的，再把鸡爪给它撒进去。哎呦，还挺会吃，这属于新吃法，米粉配无骨鸡爪，就着那个汤绝了，给它拌一拌。无骨鸡爪米粉，无骨鸡爪配米粉，这也太好吃了。这么吃一份就饱了，然后汤也不浪费。